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在清朝啊，算书读得很好，然后在他的事业啊也相当有成就的一个读书人啊，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的是曾国藩先生啊，他现在后代啊也都很兴旺。那曾国藩先生他就曾经啊谈到一段话，说到他在这个宦海啊，在这个当官的这个领域啊这么久的时间，好，然后也因为他自己当大官呢，治理的人民啊也是相当的多，所以看到了很多家庭家族的兴衰啊，他说这些当官的人家能过一两代的他很少看到。其实我们自己再冷静看看，近代这一两百年当官啊啊权力很大然后弄权一时的人，他后代子孙很少过一两代的，就很快就败下来。所以弄权一时凄凉万古，不止自己凄凉，连子孙都受累。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这个当官的呢过一两代的太少了，而从事商业的人假如子孙想还能绵延到三四代不衰的，一定要有啊勤俭的美德。子孙要绵延五代六代的，一定啊不只有勤俭之外呢还非常谨慎朴实的特质。这个话都很宝贵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子孙啊绵延能够不衰哦，家道能不衰。那这些特质种下去了没有？假如没有，那是不可能子孙可以超过三四代的哦。有一句话讲啊，父母赚钱啊真挑土，用针啊把那个土挑起来，一点一滴积起来啊，但是不孝子孙花钱是浪淘沙。好不容易挑了一堆土在那里了，那不孝子孙再花就好像那个大大海浪拍上来一下就把那个土给都土整个都沉下去。好，我们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多少啊积累了几代的财富都在一代当中那个大企业就整个垮掉，这个例子不在少数。所以这个勤俭还有谨慎，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谨慎淳朴的特质种下去了没？而真正要做八代十代以上的，绝对都要有孝悌的家法。这个孝悌啊真的是学问很大，假如再把孝悌讲下来要讲好几个小时，所以我们下次有一个专题就讲孝悌好了。因为啊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孔孟之道仁义而已。所以尧舜的教诲呢核心就是孝悌，孔子孟子的教诲呢核心就是孝悌再加上仁义的精神。好，那曾国藩先生 又说了，就看一个家风啊他能否这个兴盛呢啊还是衰败呢，看三件事情啊比较准啊。三件事情啊，第一看这一户人家啊睡觉睡到几点，按闽南话说的日头照卡床啊给你睡啊，那个就都是衰相哦，家族衰相，因为睡到这么晚那个整个都懒惰了啊。你看睡到几点，再来做不做家事，你看其实都是看勤不勤劳。第三点呢，看不看圣贤书，有这三点呢这个家风要兴盛，没有这三点家风要衰败。人之穷通家之兴衰皆于勤惰朴之，
这一些人生的道理啊，我们都了透了，真的谈起话来，人家说哇，你们好像会算命一样，因为道理本来如此。一个人的穷困穷还是通达，家的兴盛还是衰败啊，从他勤劳或者懒惰，这个谱就是能够算得出来了。所以我们讲这一段呢，也是提醒为人父母，孩子应有的德行、应有的能力，一定要帮他扎下去，要不然他以后因为没德行、没有能力啊，而人生觉得很无奈、很痛苦的时候，他反而会怨我们呐。所以要想孩子无怨，一定要懂得这些当父母的道理，要让孩子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有父母这么高的智慧，才成就我的德行跟能力。所以有一位一个这个年轻人啊，他已经后来已经长大了，也颇有成就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啊，叫《懒爸爸》。你看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懒爸爸》。他说他爸爸很懒，他就回想到他小时候，说我小时候你在学走路啊，结果跌倒了。我爸爸说：“你自己爬起来。”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我说：“爸爸，我不会用。”他说：“你自己学着用。”然后，比方这个家里的东西，哪里坏掉了，他爸爸也不会去修呢，就搬那些这些工具啊，来你自己做做看，或者爸爸只做一次呢，以后都叫他自己干。然后呢，他不会拖地，他爸爸也是，哎，你自己干干看。好，结果很多成长过程呢，他都是自己干过来的。突然有一天呢，他明白了，他说啊，我终于明白，我爸爸不会干的事，我都会干了。其实他爸爸不是不会干，是让他有学习成长的机会。陪着他走，而不是呢把他所有成长的机会、学习的机会都把他给剥夺掉了。所以为人父母，该让孩子磨练的还是要让孩子去磨练。那我们回到呢正己化人，我们刚刚谈这个正己化人呢，说到了一定啊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做起，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我们绝对不要呢这身修家齐都没做，然后就一副民族的救星就出来了，那人家很难接受啊，还会给人家看笑话，连那个都不做，还在那里讲的那么大声。好，那有一位太太啊，他也30多岁，他是在新疆啊乌鲁木齐。那这一位太太呢，他的先生呢也是相当有成就，底下的这个部署啊员工也有几千个人。结果呢他就觉得先生不够尊重他，但是他误解了。他自己的想法是，先生不够尊重他，是可能觉得呢，他的工作能力不够，没有赚钱，所以他也要去赚钱，让他先生知道他的能力也很高。其实我们在那看呢，夫妻在那里比谁的能力高，谁赚的钱多，比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哎呀，那夫妻是相辅相成。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嘛，分工合作嘛，哪是在比高下呢？先生是天，太太也要当天，地怎么样？地没了，所以现在的孩子叫没有立锥之地呀，站都站不稳了，地没有了，孩子跌到哪里去了？跌到欲望的深渊去了。而真的，孩子的心地啊，跟母亲呢影响最大，太大了。
像我们家三个孩子，我两个姐姐，我们整个成长过程啊，那种心灵啊都非常的平稳。我就觉得那个回到家里啊，那感觉就是啊，都很放心啊，都有母亲的温暖，母亲的关怀在。那我记得常常一进门啊，就闻到那热腾腾的那个红豆汤的味道，绿豆汤的味道。大家有没有闻到？肚子都饿了。对啊，你看那时时母亲都在家里啊，那种对孩子人格的安定力量太大。所以好像也没觉得什么叫天塌下来。所以面对很多事情都比较从容。那个母亲常常不在的孩子很可能那种心灵的安定度啊都不是很够。然后就觉得太缺乏被关怀。我们成长过程也看到不少同学啊喜欢嫉妒别人啊，人家对他好他就抓着不放啊，那个占有欲特别强，那都是我们不要怪他们，那都是他们太缺乏爱。那有时候同学跟同学之间你去跟别人好一点呢，他还会吃醋，还会跟你断交，你不要怪他，他因为太缺乏爱了，所以控制欲比较强，而且不止不能跟他计较，还应该多体谅他。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呢，还在那里争天争地呀，到头来吃最大亏的是自己的下一代呀。能够分工合作好，这个先生负责家里的这个经济收入，然后太太负责把这个家里打理好，把孩子教育好，那彼此深深的感激感恩，那和这个家庭一定是和乐，家和万事兴。所以其实他的先生并不是不尊重他的工作能力，而是觉得他没有把心放在家庭里，没有把公婆照顾好，所以先生可能呢心理上呢有一些这种不舒服，但先生也没怎么说啊，他自己就理解成先生不尊重他是因为呢他没有赚钱，所以自己啊就跑到深圳去赚钱。好，结果确实他也很有工作能力啊，那一下子就也不错的收入，在他们讲说叫白领阶级啊。结果做了一段时间呢，突然有一天晚上半夜两三点电话响了，他惊醒过来接起电话，他的父亲打的，他的父亲呢在电话那一头跟他讲了一段话，而且在讲的当下呢旁边还有他自己小孩在那里哭闹的声音。他父亲呢对着他讲，他说啊，你的儿子啊从10点多我不让他看电视他就哭闹到现在都没休息，怎么讲都不听，哭到现在哦。所以我现在也不管你一个月纵使收入是10万块钱那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毁掉你的孩子了，你不好好照顾他。我们为人父母的冷静来看看，钱重要，多赚点钱重要，还是孩子的一生幸福重要？当孩子的人格已经偏颇了，已经变成欲望的奴隶了，那又要拿多少的钱才能让他回过头来？我们用拿个天平来称呢，这个是我们每个月多赚的几万块啊，跟孩子一生健全的人格哪一个重啊？所以智要莫若骄子，这个道理一定要抓得到轻重缓急啊。他的这一位女太太啊，她接完自己父亲的电话之后一句话都没讲，也没有再解释什么，就只跟她父亲说道，爸爸我明天就辞职。所以这一个太太她也马上警觉到了，
人生更重要的还是照顾好自己的儿子。而由于他这一念的当母亲的责任，也整个牵连到了他们整个新疆乌鲁木齐一带，重视儿童教育，重视德行扎根教育，重视中国文化圣贤教育沉传，也因为他的这一念对孩子的爱心，整个都把他这种牵动起来啊。他现在是在乌鲁木齐推广这个圣贤教诲最积极的老师之一，做得相当好。而他所做的就是只要求自己政绩，但是他的整个家庭啊，以至于那一代的人都被他感动啊，甚至于当地的这些幼儿园园长都被他感动了。上一次还带了好像20个左右的幼儿园园长到我们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去参观。哦，你看那20个园长背后是多少个孩子跟多少个家庭？所以一个人的善念呢，我那所带动的力量不可思议哦。那不只是他可以哦，我们都可以哦。见人善即思齐哦，你看他把他的整个故乡的圣贤教诲把他振兴起来。他首先呢，对他的婆婆就懂得主动的去关怀、去爱护，所以每天呢，都会打早餐哈，像打豆浆啊、打一些东西呢，亲自给他婆婆送去。那其实呢，这个婆媳的问题啊，并不复杂，也都是在一念心态之间而已。我们在今年举办了好婆婆、好媳妇表扬会，结果我们深入去调查这些好婆婆、好媳妇的事迹啊，很有意思，发现呢，这个好婆婆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把媳妇当作自己的女儿看，甚至于这个媳妇嫁过来还给她的这个女儿儿子，也就是媳妇的小叔啊、小姑讲，说大嫂嫁过来啊，那这是对这个家庭啊都比较陌生的，我们应该更爱护她，不要让她觉得这个有生疏的感觉，要让她觉得就跟在自己家一样，绝对不可以欺负嫂嫂，好，你看都是这种心胸啊。而他媳妇真正嫁过来了，能不能感受到他对他的这一份关爱？那一定感觉得到的，人的心都很敏锐的。那媳妇都是啊，把婆婆当作自己的母亲一样的这个侍奉，你看都是这一个心态对了，就会相处得很好。而我们在深入去了解这媳妇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态呢？那是这个媳妇的母亲啊，这个亲家母啊会教，都是交代她一定要对婆婆很好，啊，可以不给我们买礼物，不可以不给公公婆婆买礼物，好，然后都交代女儿啊，不可以跟先生吵架。假如吵架了，你也别回来哭，自己解决。好好相夫教子。所以闽南话说的，经禅爱经喝禅地，娶某爱看喝牛泪。你看选个田地要看看这个土质好不好啊，然后娶个媳妇也要看看他们娘家那个教育的好不好。所以这个其实真的都是在我们的心态上面。那这一位太太从深圳回来以后呢，就非常用心啊照顾她的婆婆，结果婆婆也是慢慢的都感受到这份诚意。好，有一天刚好在路上呢，她婆婆看到她呢，然后本来手上还提着一些菜，然后就放下去呢，就情绪啊很激动呢，就过去把她抱着，然后抱着呢，就她的婆婆就对她讲，
他说你呀、啊、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好胜要强，就是这个个性，但是就是心肠很好。你看那婆媳之间好像心灵心心相惜那种感觉。然后有时候他的先生给他打电话，就会跟他讲说，妈妈今天又称赞你了，妈妈今天又交代我不可以欺负你。你看他夫妻这种言谈，那感觉都很和乐。然后他跟他先生呢，他也是很多细腻之处呢，去照顾他的先生。他先生比较晚回来了，他都会给他留个灯，然后留一些吃的，让他先生回来叫肚子饿可以吃。留了一段时间呢，突然有一天晚上呢，他先生也算是比较半夜夜晚了，他先生就坐在床边呢，就没有睡觉。他突然醒过来，哎，你怎么了？结果他先生就说，你帮我留的那一盏灯，你帮我煮的那些东西我都看到了。那先生很感动啊，感动到有点睡不着觉了，坐在那里跟他讲。结果他这位太太很有意思啊，您猜他怎么讲？他跟他先生说，我都坐这么久了你才看。其实呢有一点撒娇呢，不是埋怨呢，所以后来呀，他夫妻的情感越来越好。他先生呢，虽然呢是一个单位的领导，但是也难免这情绪起伏，他都很懂得呢去安慰他的先生，去给他一些很好的开导。所以夫妻两个呢就变成了法眷属，互相研究道德学问。所以他先生也感染到了，因为他都很恭敬给他先生行礼啊，结果他先生到公司去报告呢，一上台也给底下的这个同仁行礼，同仁都很惊讶，他说上台三鞠躬，接下来报告都好说，因为三鞠躬下去呢，大家都体会那种恭敬心了。然后他代表公司啊，到海这个国外去做一些交流的时候，他上台也跟这些外国人行礼，结果这个有一个美国人过来就跟他说，哎呀，你真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懂得承传你们祖宗的文化。结果有一次啊，他先生呢因为工作能力也挺好，但是呢工作能力很好啊，难免呢就会有很多嫉妒出来了，他先生就觉得心情很不好。结果当他先生把这些情况告诉他的时候啊，他突然不假思索啊，就讲了一个字，说让。他先生很震撼哦，他先生觉得他还在那里烦恼一大堆，结果他太太脑子非常清楚，就啪一个字就出来，让。把这些功劳让给谁啊？让民于上啊，让公于众。把这功劳通通让给众人啊，这种嫉妒怨气慢慢就消下去了。甚至人家会很感动啊，哎呦，你都不鞠躬啊，还把这功劳都给我们。人之所以啊会觉得啊，很多人批评啊自己不知所措，就是没有做这个让的动作。所以懂得让啊，才不会被人埋怨哦。让民于上，让公于众，让位于贤。人家有比我们有德行的，赶快让给别人，不然我们坐在那里，《论语》说老而不死，你们都知道叫贼。对呀，会让人家埋怨。你把人家把这个工作，他人可以做得比我们好，绝对不贪恋，然后让后进。更有能力的人赶快可以上来承担磨练，这样才能息这些别人的怨。所以他先生有一天呢，在看连续剧啊，看得很感慨啊，就对他讲，他说，我虽然事业做得那么大，但是我这一辈子的成就啊，也比不上你
在承传圣贤的教诲。哇，这一段话我们听了很欢喜。你看他的先生变成他最大的护法。而其实啊，他的先生呢，也可以成为承传圣贤、承传中国文化最好的一个老师。只要他把他的企业呢变成以这个圣贤的教诲，变成所有全这个华人，甚至于是全世界的企业榜样，他把它演出来了，他是用实际的企业所作所为，把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慈博爱，都在他的企业里面展现出来。这个是实质的弘扬中国文化，让人家一进门就感觉得到点点滴滴啊，都是中国文化的流露。所以在珠海啊，有一家银行啊，他们的门口写着什么呢？最彻底的这个管理学，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明勉而无耻。但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个是最成功的管理学，要德啊，用礼敬呢来带动整个团队的这种文化。最彻底的财赚钱致富的方法是什么呢？大家一听眼睛都亮了致富方法，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这样的财呀、这样的用啊，这种财富才能绵延不绝呀、而且无德无人才呢，纵使这个企业有再多的财富，很可能短时间就被毁掉了，那非常有可能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承传圣贤的教诲，不管我们是家庭主妇，不管我们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通通可以做得非常的彻底。我们做家庭主妇，就把孟母的精神演出来。那个功德啊，跟古圣先贤那都是无二无别啊，尽心尽力就是圆满。我们当老师就把师德演得最彻底，我们当医生就把医德演得淋漓尽致，那都是承传中国文化的功臣。好，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老师啊，正己感化了家人，自自然然又感化了他们一代啊，都一起呢来推展圣贤的教诲。好，那这个正己化人，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那我们所提到的都是自己如何不怨，不怨天不尤人。好，那诸位朋友，不怨天不尤人吃不吃亏啊？一天都不吃亏啦。这个世间没有吃亏的事情，也没有占便宜的事情，所以也不用去羡慕任何人。公修公德，婆修婆德，所以不要去占人家便宜。有一个印度的小女孩，她有前世的记忆。好，我们听那个钟茂生博士啊，他就有提到这个例子。好，前世的记忆就是他知道呢，他前世的家里还有那些家人，结果他的父母啊载着他呢，他就一直在那里叙述他前世，然后叙述的有够仔细，父母就觉得越想越不对劲了。后来真的呢，就陪他去找，然后也找了那个专门研究轮回转世的这些专家一起去了。
他的女儿前世啊，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太太，啊，后来去世了，而他的前世呢，也生了一个，也生了孩子。好，然后去了以后呢，就考他啊，这个是谁，那个是谁，啊，都讲得很准。结果后来他的儿子要进来了，然后那个研究人员就骗他，啊，这个是某某，这个人是你某某人。就不讲是他儿子，哦，然后那个小女孩马上根本就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然后看着那个，因为他已经去世一段，哦，就去世一段时间了，哦，他的儿子已经很大了，哦，已经不是他去世那时候的小孩了，然后他看到这个大男孩的时候啊，已经是男人了，哦，看着他呢，那个眼神就像妈妈的眼神，还是一样呵护，你们别骗我，这个就是我儿子。所以你看人跟人那个缘分都感觉感受都很强的，就像个那个小女孩瞬间就变成一个妈妈在爱护那个小孩一样。然后其中还有呢，他的夫妻的事，他就人家就考他，他结果他就说呢，好，我就讲一件谁都不知道，只有我们夫妻两个知道的事。然后就说到呢，他先生啊给他借了多少钱都没还他，就他现在很不好意思说，啊，这只有我们夫妻知道，被他说出来，所以绝对没有占人家便宜的事。这个占人家多少便宜啊，下辈子啊要连本带利还，不只要还本金哦，利息都要换哦，还有那个物价指数波动都要算进去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当我们真的明白了，没有占便宜的事，这一辈子绝对没有一个念头要占人家便宜，要欺骗人。结果后来呢，因为他的先生啊又娶了这些太太了，结果当他先生的这个后妻啊进来的时候，哇，这个小女孩看着她有点吃醋，哦，人累不累啊，哦，都是前世的还在那里吃醋，哦，这人家添了，所以真的我们要这个是要放下来，要祝福对方啊，而不是还在那里那个怨叹、哦，怨叹是台语，不要在那里麦底下万谈，不要在那里怨恨谁了，都是缘聚缘散，都祝福对方。缘聚的时候尽心尽力付出，缘散的时候也让对方走得放心，不要让他挂碍。结果很有意思是这个小女孩啊，其实她已经啊，她是在1948年出生的，结果呢他在那一世的时候是1939年就去世了，结果他这一生是1948年才出生，所以他这个过程，啊，还有九年的时间不知道去哪，结果因为他常常都哼着一条歌，而那一条歌不是印度的岩话，不是印度话唱成，是孟加拉一个地方的言语，所以后来呢又调查到那个孟加拉那里，原来他在那里活到9岁的时候去世的，而且他会唱那个歌还会跳那个舞，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每个人才华都不一样，都跟前世有关系，所以不要嫉妒人家的才华，人家那以前也是苦练出来的，你看杨老师书法写这么好，我们在那里写，哎呦怎么差这么多，那个杨老师过去不知道读书，过去生读书人不知道写了多少事了，所以人啊明白这些道理啊心就平了，所以绝对没有占便宜的事，但也绝对没有吃亏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一生呢竭尽全力的付出，人欠你啊天会还你，天就是真理。所以有刚好这那个清朝的纪晓岚先生
他写了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其中就提到有一个老太太，她一生呢也非常平凡，在农村里面，然后就度过了她的一生。刚好呢，这个老太太啊，她到就是到了阎罗王那里去了，结果当她到的时候啊，阎罗王呢非常恭敬啊，给她问好。那旁边的人都很惊讶，说：“哎，那阎罗王啊，你怎么对这个老太太这么恭敬？”他说：“这个老太太啊，虽然没有做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但是她这一生为了家庭啊，无私的付出，她的一生几十年啊，从没有一个念头啊，为自己着想。你看，平凡中见伟大哦，都是为婆婆、为先生、为孩子着想，为亲戚朋友着想。所以我对她非常敬重，而且啊，她不归我管的。”啊，说着说着呢，这个老太太啊，走几步之后啊，就升天上去了。所以这一辈子真心真意的付出啊，下一辈子会到哪里去啊？今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呀、永拔生死之本，生死轮回的根本把它拔掉了，无复苦恼之患，就变无量光无量寿啦，又有无量的智慧。阿弥陀佛加持，我们都是阿惟越智菩萨。你看这样的乐，何乐而不为啊？只要一辈子精进修学，就能有这么好的果报。所以这一辈子还跟人家埋怨呢、那是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当生成就、当生做佛过不去，那太傻了。所以这一辈子谁怎么样占我们便宜、我们都不跟他计较。老老实实敦伦敬奋，贤邪纯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跟往生没关系的事通通放下，不要计较，也不要去攀求。所以只有一个目标，往生，其他的事情绝对不生烦恼。那我在刚好在那时候在庐江文化中心呢，哇，遇到一件事情，很多刚好走有一个风声出去了，其实师父也没有到文化中心来，结果就有风声呢、从上海啊就来了几十个同修，坐车就过来了。好，然后过来以后呢，我们的同仁说师父没来，他们也不相信，然后就在我们门口啊安营扎寨，还一堆不够，还两堆呢。那我们其实在大陆推广是推广中国文化，因为大陆啊对宗教跟教育啊分得比较清楚，假如我们这个宗教的色彩太重了，很可能这个对推展文化的工作都会受影响。所以好不容易建立起啊，让当地的人民啊都接受，我们是在弘扬中国文化的，结果他们这么一站下去呢，我们不知道又要再花多少时间呢、在那里跟证明沟通了。所以这个整个社会情况不一样，我们要能体会得到，要让他们呢马上接受佛法不是宗教，是教育，那还有一段过程。但是你看他们 一坐在那里 甚至还在那里念佛的时候啊，哎呀，这个我们很可能是前功尽弃啊，讲也讲不通了，就麻烦。念佛有功德啊，都不知道会坏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修学的人啊，理智要够啊，不能随顺自己的情绪啊。结果他们在那里坐下来了，我们也要尽我们待客之道啊，我就走出去了。结果他们的领队呢看到我呢就过来了，他就跟我说：“
我说蔡老师，我是不怎么执着了，我是不一定要见师父了，但是他们比较执着啊，一下就把责任通通推给别人了。假如他是领班，他知见对了，也不会带一群执着的人来了。所以不能一竿子通通给人家打，一把就全部都推翻了。后来我就过去呢，我就跟这些同学讲，我说吃饱了没有啊？那时候已经差不多5点多了，他吃饱了没有啊？大家马上，不止晚餐还没吃，中餐也没吃。他们一副呢，他们是那种壮士的，为了见师父连中餐都没吃呢。接着，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连中餐都没吃，哇，你们弟子规都没做。他们一下子我要做弟子规。不是我是跟他们讲，我说师父说要从弟子规做起呢。他们马上说对对对，师父说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那我接着说，那你们没有做到弟子规哦。他们就愣了一下，我说你看，你们连中饭都没吃，身有伤贻亲忧，你们没做到弟子规。接着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没做到弟子规？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们被一个执着给障住了。哪一个执着呢？就是我一定要见师父的这个执着。这样算不算执着啊？你们怎么没反应？若近有助，即是非助啊。我们执着要见师父啊，师父是恒顺我们的执着啊。而其实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教诲是什么？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啊，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不止不能见如来，由于这份执着，把我们的智慧德相都给障住了。所以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从忉利颠下来，也是这个圣贤人示现啊，变成一个比丘尼啊，在最前面，说我是第一个见到佛陀的，那是跟佛陀做表演的。佛陀说你不是第一个见到我的，须菩提他已经契入啊。诸法的空相，他才是第一个真正见如来的人。诸位朋友，这个故事能不能白听呢？不然到时候人家说，那个年轻人在迷偶像，那你们学佛的也在迷，像偶像一样，把师父当偶像，应该把师父的教诲去落实，这个才会让人家觉得，哎呦，学佛的人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他们，我这么一讲，他们也马上能接受，说对对对，这个应该也不能这么执着。然后我接着又跟他们说，我说当你这个出来的时候，你先生知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你孩子回来有没有饭吃？没饭吃。你看一下都不管了，抛家弃子啊。当家里的人回来说，搞什么？怎么都没人了？你看他们对佛法、对学佛印象是好还是不好？对呀，所以真的英光大师啊，都在警惕我们啊，敦伦尽分啊。修学佛法一定把佛陀的教诲首先在家里要做出来啊。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要在对自己的家人开始做啊。第一个礼敬诸佛啊，要礼敬所有的家人啊。第二称赞如来，要懂得看到每一个人的优点啊。
说有一个太太，她的先生呢，爱打麻将，所以他呢也都跑到那个打麻将那里呢，都在那里骂了，但是呢反而越来越糟。那他的先生呢也是有一些行为呢，让他的太太也很难受。那个确实啊，迷上这些不好的这种欲望啊，真的人啊就好像吸大麻一样，吸毒品。他有一次他的手啊受伤了，不方便出去买东西，他请他先生去买啊，买药回来敷啊，结果他先生一去不回了，买着买着就到去打麻将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啊去感受得到，很多人一染上赌博，那个就毒瘾啊，很难断，必须要用真诚去让他断，去感化他。你硬是在那里阻止他，甚至不给他面子，那个很可能会越来越糟。他先生遭到呢，他的婆婆看到他先生不务正业，打他的儿子，边打边他，你上有老下有小，又有太太，你都不好好爱护，还去打麻将。结果后来啊，他来学弟子规，学到就知道呢，要常常啊称赞如来，常常看先生的优点。哦，还没有听的时候呢，就是满脑子都是先生的缺点了，一看到他就烦。啊，现在开始冷静下来看他的优点。结果有一天呢，散步的时候呢，走着走着呢，就跟他先生讲，他说先生，他说这个你像我们这个结婚过之后啊，有一次我的妈妈来了，就先生的岳这个丈母娘来了，你还对我的母亲啊无微不至的照顾，就称赞他的先生。他先生一开始听了突然愣了一下，因为那种称赞的言语怎么样太久没听到了。然后太太 还说呢，以前呢我做的很多不对的地方啊，请你原谅。他先生比较不对哦，他跟他先生先道歉，所以先生就很感动。那慢慢的打麻将的次数就越来越少，结果有一次又打得很晚。当然我们要了解啊，人呢习惯改掉啊，他有一个过程，也不能操之过急。结果那一天很晚了，11点多了，他就到了那个一群人在那里打麻将。结果他过去啊，他先生看到他也很紧张哦，马上就站起来。结果啊，他太太呢就跟这个同桌的人哦敬礼鞠躬，给他们问好。结果这么一问好，他们也打不下去了。然后他的太太居然呢站到那个台上去了，刚好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平台，站上去了，然后就对着所有的人鞠躬，然后对他们说。诸位朋友，你们的太太、你们的孩子在家里等你们，他们一定很担心，而且都已经11点多了，你们也都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你看他讲的是柔软语啊，当下很多人真的就回去了。所以就是这样啊，善巧的这样这种怡无色柔无声啊，把他先生给感动了。然后现在这一位太太呢也是我们中心的同仁，所以我们有很多位同仁啊，他们都是很有来历的，都是对先生啊对孩子的那个转变都很大，现在都是我们的这种同舟共济的好伙伴。好，那所以我刚刚呢也跟大家讲到了，不要怕吃亏，一定有后福无穷。那我们都已经知道可以这个真性切愿啊，今须于情都可以往生的人，还跟人家计较就说不过去的。所以在唐朝啊，有一位太太，她的先生已经去世了，
然后她必须抚养自己的婆婆，而她的婆婆眼睛又瞎了，不止瞎了呢，她的婆婆又很急躁，又很固执，动不动啊就骂她，她还是非常啊安心顺受，一点都不埋怨她的婆婆，甚至啊对她婆婆还是非常非常的恭敬。所以你看这样的女子，她去乞讨啊，然后带着瞎的婆婆一起乞讨。所以一个女子乞讨已经是很苦了，然后这个又要带着婆婆乞讨，然后侍奉一个瞎的婆婆已经很难了，然后婆婆脾气又那么大，那更难。啊，行这么自苦自难之事啊，没有怨言。啊，甚至于还有那个富翁拿100两啊，要贿赂她，叫她嫁给他，不要奉养婆婆。啊，他马上呢就骂这一个富翁，说他无耻，说他要夺他的名节，啊，就把他骂退了。然后很多这个年轻的男士啊，拿那个首饰啊、衣服呢，都被他丢石头给他丢腿了，非常有气节。后来他奉养完他的婆婆之后啊，然后大家也很尊重他，他也很，你看，因为他行善积德了，他就接到佛门来了，就后来他就出家了，88岁自自然然念佛，没有生病，坐着就走了。这个女士啊，姓李，啊，她的先生姓张，啊，所以这个故事叫张李盖养，是唐朝的故事，啊，在德育故事里面，这个李氏妇女啊，乞讨奉养她的婆婆，啊，最后啊，当生成佛了，所以要往生的人，啊，要当生成就的人啊，师父常讲，首先学什么？学吃亏啊。学绝对不埋怨任何的人。我们从这里开始做起。好，那这节课就到这，谢谢。